君君，哈喽波尼，哈喽小泽，哈喽果果，哈喽微微，要吃早餐了。这边远方的缘分相遇，可以君君从缘分相遇找阿云南，好厌世，对啊，想睡。我刚刚弄了我的早餐，我等下要吃胖胖的早餐。加奶油，好吃。我最喜欢饭店里面的那种早餐吧，然后都有面包跟奶油，我都吃饱，我很好养。只要面包跟奶油就足够让我觉得开心了。在这个年代。找不到浪漫，今天那么早，对啊，好早，好累。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这礼拜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昨天也是有点晚睡。看过世奇吗？没有看过，外送嘛，早餐没有，自己我都在化妆的时候用锅子弄的吐司，对啊，然后生日会要到了，然后就准备一些东西，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撑过去就开心吗？我得撑一个月，得先撑一个月。吃早餐的还没，就是在这里，有点焦很正常，因为我早上都会变发变成这样。另外一面会比较好看一点吗？另外一面比较好看，另外一面好一点，因为我每次早上都会放着，然后我去做事，然后我就忘记，然后。我记得的时候它就黑了，我就没关系啊，反正不会死。谢谢在发送的人气票，谢谢。谢谢雪在发送的人气票。反正这周最爆满，增推一品的好哟。自己感觉都挺可爱，而且身高挺高的他们。吃早餐，然后配无糖豆浆，然后里面有放那个，然后那什么绿拿铁那种东西，就加进去，像喝抹茶，
你们觉得豆浆要甜的，还是可以喝无糖？年纪也都不小，听起来你像个变态。交流过吗？没有。对啊，最近我们在忙别，忙那个演唱会啊，忙什么。还有最近也比较少进公司，因为也有自己的东西要弄。嗯。哦，对，还有公演。公演还好，我们公演还好，并都练习过很多次了。谢谢大家送的红玫瑰，早上好啊！公演就是蛮熟的，就不太会跳出，不太会。特别吓到，谢谢艾莎跟我缘分相遇。讲 MC 对吧？我昨天看到一个，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们每次 MC One 都说被说太强，我想说下次就请大家上去，一人讲一个冷笑话就走下来，这样盖比较快吧。谢谢奥比王送的缘分相遇。是不是讲个冷笑话就可以丢下去了？很棒吧？冷笑话大赛，谢谢阿北送的缘分相遇。他们应该不会想要选太长的吧？我觉得以他们的个性。要留反应时间，对啊。反正乌梅常常让我们觉得很热，那就把它弄冷一点呗。好看的，我跟你讲，昨天肉肉有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哇，他说他是全敦化最凶，我就说我是全敦化最灿烂。为什么是用 reset 的照片呢？那好久了，我都剪短了，你们还用 reset？ 我去拍人家，你就不知道那是我。念一句，人家昨天天赋很长哎。我拿我的奶油，我美丽的奶油，我的有颜奶油。去报道，我还没去。不用怀念吧，听起来很怪。不知道大家有些人很喜欢长发，但我现在是短发。sorry 啦。为什么我不跟？这个不是 CP 叫的，难过。不同系列了，你就是觉得我那个叫什么？那个鲁马照片太凶。谢谢洛里送的一颗星，在隔壁而已啊，就只有在隔壁啊。不喜欢了，太难过了。你就偷 IG 的照片啊。还是不能偷 IG 的照片？我不知道哎，我问一下而已。杨琼是你弄的吗？为什么你反应那么大？
然后只觉得是比较旧的照片，小可惜，弄别人的哦。原来，早安。打算买什么周边吗？嗯，衣服吧，手环有点想要。你就不会先给我看过啊？不会啊。那、啊、不就破梗？我怎么考的？考的很好看，你要确定？可能姐姐觉得有点微妙了，会给人家看。大风吹，化为粉末。上次那件比较好看，这次只有玫瑰而已，偏单调。你都全黑，全黑太焦了吧？那个致癌。妈妈在门口睡觉，小妹。大家有发现我买的新的直播灯吗？漂亮，好贵。三天后我们该干什么东西吗？然后。然后穿格子的衣服，格子趴。跟你讲，我们这次、努力了，找到格子怎么办？那没关系啦，我也不勉强。我们这次真的很努力了。买直播灯吗？我眼睛有光圈啊，这不是最好认的吗？保安，好，是小何，谢谢无聊送的会员票，谢谢小何送的音乐梦，谢谢你。这亮吗？还好，它可以调亮度，这就很亮了，不需要。然后可以调暖色，方便。之前没有直播灯，我之前都靠自然光。那有颜色，绿色、红色、蓝色，然后还有什么？它很多颜色可以选。不会调亮度，我们看一下声音。
小孩。亮度加速度。你有变亮吗？哪里？怎么变亮了？我家还有出现那个小兵呢 ！Oh my god！ 记得你夏天我走过。嗯，我在看怎么用。那旋转呢？死的！你调亮度啊！没事，我总有一天会懂。它在旋转，我现在还不懂它怎么弄，但我相信我总有一天会懂，也不需要现在懂。吃饱了。小花有鸟哎，鸟在哪？好可爱，这家猫真的是纯粹。为什么？然后还是不然跳到，好像是不真假的，会吗？你家猫就不会吗？可能太嗨不好吧，我也觉得。这样好，不要那么亮，就是这样，漂亮的灯。买了，终于买了，要用终于来形容。一直想要不要买，一直想要不要买。谢谢那种缘分相恋，谢谢 Hello 维维早安 ，Hello 草莓大福，我心想现在有很多水果大福，我真是大福自由哎。我这故事也挺好笑，就是我朋友知道我生日，然后他就，因为我蛮喜欢吃大福的，然后他就送我水果大福。然后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就是送的路上就是一波三折这样。然后送我大福，就是寄，然后当天他说，哎，他寄出咯什么的，然后应该晚上就收到。我说好，然后我就练习完回家，我就问了管理室，然后管理室跟我说没有，我就跟他说，哎，没有哎，他说怎么可能没有？我问问看，然后就好像他那个店家写错地址了，错地址，然后。他就好像补寄给我吧，然后结果在隔天还是后天，我忘记了。然后我就回家，然后我就领了包裹，然后就哎，怎么会有两袋？一袋看起来像大福，另外一盒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拿回家，然后我就把另外一盒打开，然后又是一盒大福，然后我就看到两盒大福出现在我的家里，然后一盒大福有9个，然后我有18个大福。
18个水果大福，里面包的是芒果、白葡萄跟奇异果，然后我就是寄给，就是有分给其他人吃的，林姐吃，肉肉也吃，然后跟我姐说你要记得帮我多吃一点。应该是自己错，然后还要多送一盒来，可能吧，或许，反正就很有趣，因为那个外送就是他的送的店家，好像就是在台北吧，反正他就是，可能服务人员直接送过来，然后他还有拍照，可能是请拉拉木或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有拍照这样，然后我发现他说这个不是你家对吧？我说不是。不是那个阿姨，我不认识。反正我就冰在冷冻库，它现在是冰淇淋，蛮好吃的。我都回到家真的很累，然后就想要放纵一点的时候，就拿一个大福出来，洗完澡拿一个大福出来开始吃，然后吃完就去工作。哪家？我不知道哎，没有。啊，我没有拍到订单，等我晚点再看。啊，不知道，不知道呢。大幅自由的人，每天看好三四五六颗还七颗吧，其他颗都分送出去。六七颗大福，好可爱，好想跟大家一起躺在那，我们一起躺着好吗？走啊，走啊，走啊，嗯，啊，好可爱，很可爱。今天到12点，你要忙什么呢？忙一些之后的事情。妈妈，给你爸爸，给你爸爸好吧？写履历吗？也不是。他就只有这样而已，你就不要再逼他了。他没有胖，他就这样而已，他就没有再长了。
就没有再涨了。你不要讲。可能是我瘦了，你这个话这样子讲话比较让人开心，应该是我瘦了。好啊，不要攻击纸箱。还在做一些猫咪在做的事情，不要攻击纸箱。保护猫咪吃准心没错，它会打洞啊，会咬纸箱吗？会啊，我的鞋盒，它的台子还好乖，就被它咬爆了。你的玩具呢？玩具呢？没跟你说啊。每次丢它就不玩。一条咬下来，真假的？还好吧。我是没看过这么皮的猫了，因为我的猫并不是软掉。哈哈。凌晨会有流星雨，说7月30吗？这么酷。那大家演唱会看完不用睡啊，一起去看流星啊。当你去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那地球上，是这样唱吗？歌词是这样吗？不记得了，但是凌晨，那可能是29号，29号。口红很好看，谢谢 ，Happy Brown。那妈妈的礼券去买的，七月，对，你们很忙，我们也很忙。七月没有休假日，就看起来。长得像官方吗？你怎么会问我呢？没公布的资讯，你以为我会讲出来吗？我看起来很笨，是不是看起来很笨？早安，跟着人家七单吗？七月的脚链吗？你都放吗？放七单的歌吗？也是可以啦，大家会有点不习惯。想像小编，然后我们两个长得一点也不像。
打个哈欠。要来忙，我也要来忙。买一些去，等下去买一些生日会的东西，然后我都没有弄一弄。他帮你没公布过他体重啊？对啊，我也没有特别公布啊。小圈圈，走路。我真的不会做这动作啦，我真的超残障的，你这不行，不行，我真的是，这是违反人类。预购三张，给暧昧对象一人失恋的朋友，太难过了。叫小妹妹，天哪，我多久没听过这个词？大家陪我练习，在学校没办法跟，没关系，辛苦了，辛苦，好好上课，之后还可以看啊，对不对？因为隐形眼镜戴的透明片，看起来比较颜色比较锐利。拜拜，上课加油，燕友，拜拜。四起身突然就出来了，一起走吧。噔噔噔，嗨嗨，我手快给卧室去了，你们都是想要握一些妹妹的手，好变态。这次没有萝莉，你们这些萝莉快要哭了吗？没有萝莉，姐姐比较香，分两派，姐姐跟萝莉。
躺平，笑死，都很棒啊，都很棒，都是至少都是女孩子啊，哎，怪怪的。那说明呢？Pass， 没有，就是越看越好看。有时候有些人就是比较耐看一点，耐看一点。就有些人不是第一眼就觉得哇，他好亮眼，但是你越看会觉得他越好看。你年轻貌美，听起来就在我身上。好吧，谢谢。等认识再说，对啊，等之后可能出纰漏的时候就可以了。有人说是下巴偏长，为什么我觉得你这句话很坏？你们不懂这东西呢，跟你讲，这是福分。开始讲一些面相，这是福分，我这个人就是前中后差不多，前中后，我的人生就差不多这样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代表他们可能之后会过得很好之类的，你懂吗？对啊，可能公司照问题吧，大家穿 T 恤的时候都拍不好啊。没有，就是走的长度也有关系，有关系。宽跟这个就是有长短都是有相关的，并不是这样子。梦游旅，我怎么好像听过？我知道他们，但是不熟。比利文奇的，然后有一句话，有一个词叫“三庭五眼”，这脸有没有平均？还三庭五眼睛五眼，就是长得很平均的脸，平均面相。公司照的锅，对，我们通常都是被公司照害的啦，所以大家本人都很好看。1.68这东西不是有国小不是算这个吗？然后说，哎，大家有认识这个比例吗？站起来这样，然后我就站起来跟另外一个男生。我看那男的，他挺聪明的。看到我自己，我想说，我应该是算错吧，我还是站了。但我觉得我可能是算错，很好笑。我说我应该算错吧，那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算错吧，因为那男的翻牌前几名，他绝对不可能算错数学啊，怎么看都是我可能会算错。那时候国小在课本上算啊，忘记吧，反正就是算出类似这种的比例的东西，什么鬼 ？I don't know。反正我国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到底要不要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是跟另外一个男生站起来嘛，他就是班前面的排名很前面的，就是聪明的，啊，我是笨的，然后他说，他
他不可能算错，我有可能算错，好吗？算了，我就这样了。公演成员想要多个姐姐，我想要，我呢？你说想要姐姐吗？姐姐吗？我已经有一个姐姐了，对，我就这样就够了。他帅吗？我不记得了，就是个小男生能够多帅？就小朋友，那时候国小，这国小，请问他能多帅？小妹也要回来了，我以我现在的想法去看国小，我怎么可能会觉得他帅？这是小朋友咯。哥哥弟弟妹妹姐姐，如果可以的话，想拿姐姐去换哥哥看看。弟弟妹妹应该还好，不会想要弟弟。哥哥换成姐姐都可以吧，还有东西不知道咯。我姐对我也是蛮不错的，我们都会聊天。你该不会叫你做给女朋友礼物？不确定耶，我觉得可能也会，如果他女朋友喜欢卡片的话，可能还是会沦落在我身上哦。非常感谢元旦相应，谢谢。挑战其他成员发型没有？我喜欢黑发，应该不太会染。因为我烫发、烫头发跟染头发，我只能选一个，不然发质会变差，所以我只选择烫头发。妹妹比姐姐好看，没有吧？像佳丽跟彩杰，我就选不出来，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看的。看哥哥，哥哥换姐。反正都是在上面的，应该都不错吧。然后我姐在我国中的时候也很保护我啊，因为读同校，这样谁敢欺负我妹，我就去看看她。大概是这样。复制人哪有复制人是彩杰跟 Annie。Hello， 原来姐姐很暖吗？没有。国术推的人有点多了，先拔到你再说。没有的。这边几个，好好笑，干嘛这样？李彩媛真的很像哎、欸，那时候我在讲，我跟肉肉说，肉肉说没有就还好，我说没有，他们真的很像，很像。
先走几步。嗯，妈妈好棒哦，他来了。因为内发烧了两次，那就好好的增加你的抵抗力、免疫力之类的，辛苦了，好好休息，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我最近可能免疫系统也很差，就是很容易长痘痘，超容易长痘痘，超级烦。我因为这样子，我特别去看皮肤科。我没有因为长痘痘去看过皮肤科啊，但是我这次呢，我受不了，我去看。然后呢，因为它是长的那种大大的，然后就是它不见得会长出来的那一种，然后就很危险啊，然后就感觉就是会就是留疤或干嘛的，包在旁边 ，OK。然后买一折，心想像是买在松烟一样。然后我就有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这边长了一个痘痘。然后就，反正小就是痘痘吧，就会消吧。然后就发现不对，又长了一颗，然后又长了一颗。然后那阵子真的狂长痘痘。就是如果要讲的话，那等于长了五六颗至少了吧。然后就是一慢慢消啦。然后这次是一次长了大概三颗，然后就不行不行不可以，为什么会这样？一定哪里出问题？然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然后某天早上起来九点多，不行，我就要去看医生了。然后我就出门了，然后去皮肤科。然后他跟我说，我们这里其实没有现场挂号的，但是因为有人取消，我就帮你排进去。我就好啊，我就好幸运哦，这样。然后我就我是候诊嘛，然后之后就看了医生这样，然后医生说可以吗？帮你把口罩拿下来嘛，我就好。然后一看，嗯，没有很严重啊。我说对，但是我长了就是一些痘痘，然后最近比较容易长。他说哦好，那我一样，你的那时候你的状况没有严重到需要吃这个什么口服 A 酸什么的，所以我还是开一些就是。也是抗痘，类似抗痘的就什么口服药，然后一条药膏给你，然后我就说，那我想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快点消？然后他就说，还是你想打针？然后我这样子，打针呐、啊，啊、哦，好打吧。然后我就第一次打了痘痘针，超痛啊，超级痛啊。打痘痘上啊，超痛啊！不是因为又刚好是生日会，我真的很怕出状况，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打吧。哦，打一个都醒了。我那时候很早去嘛，我打一个我都醒了。阿吉把针戳在痘痘上，嗯，一针多少钱？他不是算一针的，可是我看他单子上面写一针200，但我这次我打了三颗嘛，打了三颗，然后拿了两周的口服药，然后一条药膏，这样才440块。所以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算。隔壁大楼在施工。健保要补助痘痘针吗？我不知道。超痛啊！啊，我就醒了啊，打完直接醒。天元 Live 送的红玫瑰，我不知道，反正就斑明吗？我平常都有用那个去角质的，对吧？没有，我是可能女性通病之外，可能压力大，然后晚睡也有可能，对啊，
就是综合评估下来应该是这些，不并不是脸部没有去角质或是没有洗干净，只是就是它是内部问题。大学毕业的时候会不会很舍不得跟同学离开？还好欸，我对于分离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不会特别难过。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我不知道价格怎么办。那他叫我付多少就付，反正去打个痘痘针。他一直在叫我早点睡。可是这种东西事情没有做完呢，怎么睡？对不对？那很难讲。我也觉得大学比较容易找到很合的朋友，应该说学生时期交的朋友都是可能偏单纯，就是你们的关系很单纯，就是你们只是因为兴趣一样，然后学修的学科一样，但你出社会之后 maybe 就不是这样，可能他靠近你可能是有很多很多原因啊或什么，他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个特质，就是你的工作上的特质，啊，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啊，可是工作上的话，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哎，你干嘛？猫在玩，竞争关系什么的，那个朋友的值就跟那个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能在出社会后还能找到就是很单纯的朋友的话，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出社会之后，你就可以透过不同的活动，像他们大家一样，因为是翻偶像认识或者什么的，或者同个兴趣这样。毕业之后有吗？有啊，对啊。跟肉肉还有阿杰还有麻油，我们都是不会哦，就是会去比谁工作多谁工作少，或者是因为怎样然后而生气或者是干嘛的，就是哦你要站 C 吗？给你站啊，给你站啊，就是那种如果我们可以决定这 C 位的话，我就说哎你去站，我不要站，你去站啊，然后把他推去前面那种。对，他说我不要，我说你去站，我们都是这种，就不会抢那个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说，谁去站都很值得开心，对，那种感觉。帮我想今天午餐要吃什么？乌龙面。我们是属于这样子的概念。Hello， 曲终人散。对啊，因为就是真正的朋友，他不会跟你去计较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隔壁很猖狂，我们其实没有离到非常非常的远，但也没有到真的很贴这样，但是很大声。希望大家人生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朋友。那我还有，就是除了成员，还是有其他，就是不同工作或是不同的领域的朋友，对啊，就是因为兴趣什么的，然后大家凑在一起，也是很开心呐。但大学的朋友也1、2、3。三个比较熟，比较有在联络。
力拆房子，真的。朋友怎么干嘛哭哭？朋友真的是还是找得到的、啊。你当朋友，你要确定呢。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我通常不会找我朋友聊天，都是朋友来找我聊天，是他们人很好，都不会把我忘记。我通常都是很懒得顾这种东西的人。我大学同学都在外地啊，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同学在新竹，有在新加坡，嗯。除非是我们玩同样的游戏，然后我打到装备，然后他没有的时候，我就会截图给他看，我说你看，你看，嗯、我之前玩了个图连接，然后那天。那探索就可以，就是探索装备嘛。然后我就三件红装，我截给他看，说你看。然后上那这周吧，然后我有两件红装，我就传给他说你看。Hello， 这样，很过分。最好笑的是，我的朋友都会被我推坑，就是我说这个乐团很好听，你听，怎么真的很喜欢你听这样，所以我的朋友都会。就是变成听团仔，哈哈。打了哈欠，两声，伤的伤，逃的逃，啊，什么意思？听好像歌会很累，我们来听点别的。我差不多要复习《理想混蛋》了。今天不是，今天星期三。干嘛？你们要上桌了？为什么你要上桌了啊？宝贝。哦，原来海报这些上岸只会晒。嗯、哦，我真的一直在晒。我上次新的角色不是美空吗？然后我几抽就抽到了，几抽下班啊？忘记了，我看一下。我昨天又抽到了。90抽下班，我应该重新投胎转生成妹子来认识你，这样就能一起听团了。我手绘一定会有啊，上次有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毕业生还是会参加我手绘。90抽也还好，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朋友保底了。我朋友保底，因为他保底。他会参加吗？我看起来像本人吗？保底是200抽，我已经一半，已经算很好了。因为我朋友已经保底好几次，因为我是。120吧，然后两只美空，所以直接直升，把心升满这样。毕业生不会参加，那就没办法啦，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没有强制的规定，所以就只要公司跟成员谈好。毕竟我们公司比较就是他们就是很愿意接受个人意见跟个人意愿这样。Hello， 温暖。
对啊，只要开开心心、和和平平的离开，然后往各自的地方发展。Hello， 张板啦！哎，跌倒了！我刚刚的灯位移是因为我的猫撞了。看过四期小朋友没有？给张板送了双手比赞。也 frying 送的伞，关心心他在玩啦，他就是乱乱扑东西，就很可爱。拆台，可能是。谢谢北极熊送的缘分相遇，谢谢。解 frying 送的姻缘棒，谢谢乌诺分享直播。是这样啦。Hello 圆圆。对呀、啊。灯转一下不会扑倒，应该不会。他现在坐下来舔他的脚了，好可爱，小吗？好可爱。日落的台北，五十分之几。是昨天的小娃。肉的性子。想象着你是否也曾在此写下诗句，可爱呀，他好可爱哟。用什么词汇来往我的鞋子，我和你等待日光为你设计，让我更看你那一双可爱的，好可爱的蓝色快被他拆开了，太晚是我未能参与，你说我们已习惯这样的距离，习惯了用问候抱着求救，习惯想你这边最好笑，你看他，他跌倒。啊！你不要再玩我看。对，他那个跌倒超好笑的，超好笑，我真笑出来。他再把他坐爆，很可爱哦。太可爱了，好可爱哦。很萌欸，超萌的小奔猫，它就很蠢蠢的这样。我的猫就蠢蠢的，蠢蠢的很可爱啊。超级可爱。小圆最像猫。很多都很像吧，毕竟我们成员大部分人都是内向人是假外向团体，我真的很多成员都是内向，很特别吧？婚礼之前我们有统计过这件事情，然后觉得，跟出来，对啊，我也是内向的啊，我不是外向。我们是逼不得已外向，哈哈哈哈哈。
出售的红玫瑰。谢谢叶叔送的红玫瑰，感恩感恩，玫瑰花，好一朵美丽的玫瑰花。Hello Moon， 早安早安。这首歌吗？叫做《习惯不习惯》，然后是理想混蛋啊，理想混蛋。的主唱鸡丁唱的，是这个鸡，这个丁，鸡丁，鸡丁，应该是这样吧？我不知道从里面看是哪一种，怎么样看？好样，宫保鸡丁，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这样打一定会出现鸡丁就好，不要把宫保打上去。留下的寂寞，以为终究消化成自由，而你一不回头，你一不回头，我为何在原地守候，在每个午夜的梦复习着你。嘿，而且我不在意错字，因为我会写错，我也会写错字。一堆哀吗？对啊。夜色已渐浓，我只身穿梭迷雾中。我也是 I 吗？对啊，我是 I。什么 INFJ 吗？忘记了。哼。除了发行周边错这个字啊，没关系，姐姐也没发现啊，是不是？哈。别再寻求你离去的理由。这种小细节我是不会再在乎的，我注意的是大方向啊。分手着你留下的寂寞，格局不能放那么小，格局放大。充实的六礼拜，这周去看演唱会，然后下个月也有演唱会，开心哦！把两脚抓起来，还会挣脱吗？当然呢。
把这边当自己家了吧？对啊，他好像没有什么那种换地方的焦虑，好像没有到很严重。他只有前几天会一直喵喵叫，半夜喵喵叫。手掌中间动，他会跑什么？欸，要看状况，不确定。稳重的毛各方面来说，我觉得很过分。画面很漂亮，是啊，对呀、啊，谢谢大家。就像这样吗？看来没什么事。躺起来很舒服，贴贴。谢谢周送的香槟，我每天都跟我的猫贴贴。六二咬过吗？生气的咬没有，但他常常就是在整理毛，然后开始整理我的手的时候，他就会走过两张，这样。因为我每次压他身上，像刚刚，他就会呼噜，超可爱的。他不会觉得我很重。生气过吗？好像也是有吧。刚开始不熟的时候。好像有小小生气，就是可能在跟他玩了，他就生气。没有跟你很熟，你还碰我这种感觉，大概。会不会抓小强？不会吧？毕竟他之前有一只小小的虫，然后出现在墙壁上，还是对他叫，好像。然后我姐这样子，你怕虫吗？然后我就没想跟他玩，然后就看他，然后就，然后叫这样。然后我解释把它清干净。是没有小强，但是有虫虫。肉泥丢过去，对啊，就是有时候帮他剪指甲，他剪太久，他都不开心，然后就是会这样拍尾巴。我就会拿肉泥，他就忘记这件事情。你是会忘记，你是会忘记，忘记啊、哦！我现在放的歌都是那个理想混蛋的歌啊，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听哦。他们也是个非常棒的团，非常棒的团体，乐团。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这个叫行星，我特别喜欢，跟你分享。刚刚那首歌很可爱，那首歌就是你讨厌也没关系，被你讨厌也没关系。我鼻子好痒。工藤静香哪一台？哦，好瘦 ，Oh my god！你知道该羡慕谁？真的啊，直播看电视的只有我吗？为什么？大家都不在客厅开直播吗？大家都不看电视，真假的？电视，有些人就觉得家里可以不用电视，但是我还是这是一个习惯，然后也是就是有家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有电视。谢谢博人送的彩蛋嘴巴，谢谢。电视没打，Oh my god！
电脑接电视哦，我没有这样哎、欸。电视有买那个网络那个，就可以用它看 YouTube， 方便，哎、欸、比较大，边吃饭边看看动画看什么都很方便。网络电视 YouTube 不会很难，不会啊，用语音就好啦。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的话，就因为账号同一个啊，你只要你先用手机找，然后就可以直接看，还好。每一次遇见你，恰好的天气仿佛早已有了默契，没电，对，这个真的是，准要准备电池啊。带着漂浮的自己，幻想牵着你，在每个夏季。你都蓝牙的那个滑鼠，想方便。就会慢慢靠近你，靠近你。啊，这个手机也可以当遥控，我不知道，我没试过哎。Netflix 也看，对啊，但是我 Netflix 还是比较习惯用平板看，就是想跳过就关掉。电池最多，为什么？你刚刚就不讲啊，原来是这意思。不，大家都带电池在身上哦。属于你，我也永远属于你。变身腰带，酷。每一次相聚，当你怀念我小小心意，属于我每个晴天和每个坏天气，我的微笑也会有。看看看，三三不要换三颗哦。属于你，那的确要背着。常常使用的人才知道这个小东西。好酷哦，我是没有特别去设定这个东西。2.5场，好厉害，大家好专业。却一直闪躲，害怕只能继续做梦，直到那天你来到我的天空，赶走乌云后画上彩虹，满天的星空开始闪烁，当我们的手勇敢紧握。当你发觉全世界跟你作对的时候，要记得原来的我，美丽的绽放花朵，而我们的爱，我要大声地说，不管
直闪躲，害怕只能继续做梦，直到那天你来到我的天空，从乌云后画上彩虹。满天的星空开始闪烁，当我们的手勇敢紧握。沉默，不再对爱放手。大家电池要记得充电。短发还长发，我都喜欢。对，但是做造型的话，长发还是比较方便，就不会这么单薄吗？就有东西可以编或者什么的。十二点喽。我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起。要吃饭？没有没有，我没有去吃饭，我才刚吃饱。我要出门。在脑海里浮现，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差不多要下播了。想想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微笑过，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天气才这么说，好，我还要出去吃饭吧。牵着你走过，谢谢别人送的缘分相遇，谢谢别人送的迷彩和惊喜。今天开到几点？开到现在。我要讲一下今天排行咯。好，第十名是洛璃，谢谢洛璃。第九名是雪代巴，谢谢雪代巴。第八名是综艺，谢谢综艺。第七名是张拔辣，谢谢张拔辣。第六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五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四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三名是北原，谢谢北原。第二名是哇哈哈，谢谢哇哈哈。第一名是粥，谢谢粥。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上次直播的时候是7月7号，七月七号的晚上7点半啊。大家记得就是深圳会有 dress code 哈，格子啊，格子格子啊，没有格子的话我也不勉强你啊，有格子就也可以穿格子啊，或带格子相关的东西什么都 OK， 都 OK。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我们就礼拜五见啦。横条吗？也是可以啦。
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啦，喜欢我的就是可以追踪一下我 IGYO7.74 或者搜寻 AKB48TV， 找到我们官方网站 Facebook Instagram， 然后还有 YouTube 频道，那 YouTube 都有我们的 MV， 那十一月的脚链也在各大数位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哦， YouTube 也看到 MV 哦，希望大家可以按赞留言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好，那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了，拜拜。要珍惜讲这段介绍词的机会，快要没时间讲了，拜拜。